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上次跟植树结婚的那个女人啊。你有种怪脾气，一定就是跟外公学。还拖拖拉拉干什么？吃饭时间到了。相信你还好吗？那外公他根本就是……哎，喂，我刚刚相亲了，好像蛮喜欢这里的。还蛮不满意我的表现，白哥白白胖胖的小孩给我抱，那我就满意了。这座是二位。